Madam President, I would like to speak about the global war against COVID-19. Let me start by saying the truism. Survival is a basic human right. China judged human lives too precious to sacrifice. They showed the world what was possible and the numbers speak for themselves. I urge all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to stop toying with human lives and start treating their people with dignity. 画面中的小伙名叫吴泽全，是一名香港青年职业医生。3月9日，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的英文发言引爆网络，受到广泛关注。3月10日，吴泽全在接受中新社记者连线专访时表示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的国家发声。我希望展示给国际的社会和告诉国家内地的同胞听，有香港人是爱国的，有香港人是有能力的，有香港人是有明辨是非 的能力，和可以是有勇气站出来、为自己国家发声，为个原则去辩护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。第五波疫情以来，香港公立医院犹如战场，病房使用率濒临饱和，病人源源不绝，医护人员为救护病患废寝忘食。作为一名职业医生，吴泽全亲眼见证了坚守一线的香港医护人员的艰辛与不易。急症室内科不单止医生，姑娘、要入去那些、深切治疗部去照顾病人，他们要偷去痰、要去抹去身、这些完全是他是已经有新冠肺炎的病人，你去这么近距离接触，帮他做一些这么高危的动作，令到他们自己都置身于一个好像战场的地方去做事，这些很值得尊敬。吴泽全坦言，当香港一线医护苦苦支撑之时，中央和内地同胞的及时驰援，让疫情指数式的上升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，也让被困疫境中的香港人看到了希望。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感到很彷徨，很失落，甚至是有种无助感，但是当中央给了一堆这样的物资我们，香港人发现，咦，原来中央是继续关顾香港人的。在这场疫情，一些医护人员是离家别井，将会来香港几个月不见屋企，去帮助我们无条件。其实这个他们不用这样做的，但是因为大家一家人，他们帮助是这样做，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。就是中央是很愿意好慷慨帮助我们七日建成一个医院，送了无限的物资给我们。但是下一步我们怎样去用，怎样去处理这些物资，怎样将人力物力去安排呢，这些就是特区政府应该担当起的主体责任。自小在香港出生长大，从港大医学专业毕业后，吴泽全又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专业。在外留学的经历让他对国际事务格外关注。谈及日前全球瞩目的乌克兰问题，吴泽全说，近来美方一再借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污蔑抹黑，这是荒谬且卑劣的。两个国家出现了问题，我给个比喻，就好像是有人喜欢用计数机来计数，有人喜欢用算盘来计数。用计数机来计数的人见到隔离那个人不听他讲，就说你一定用计数机计数，如果不是我就找一班人来打你。那这个就是美国。而中国就是说、见到他被人打，我不如给你交报你啦、你不要打啦、将他尽量去分开，尽量去磨谈。那这个就是、中国。他甚至是说、我给个算盘你啦，你用算盘又得，你用计数机又得、你自己决定有什么是对你最好的。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的态度。2019年，作为召集人之一，吴泽全和一批香港青年成立了中国故事意见领袖联盟，成员包括香港青年区议员、医生、律师、金融分析师等。他说，希望通过香港青年的视角向国际讲述中国故事，让世界听到真正的香港声音、中国声音。包括我们在 Twitter、Facebook、IG、YouTube、甚至是微博，外国啦、内地啦、香港的一些的、social media 呢，都是开设了一些 account，咁係開始進行即係我哋嘅工作。咁我見到有啲同事呢，甚至都係即係 BBC 已經係俾人訪問。有啲嘅兄弟姊妹呢，亦都係對準一啲對華污蔑性嘅言論，一啲錯誤嘅言論，已經喺國際社會上對佢哋作出一個反駁。有唔同嘅兄弟姊妹亦都喺聯合國有發過言。我哋希望呢，就聯合一啲志向一樣嘅人，將一啲好嘅故事呢唱出嚟俾大家聽，俾國際社會聽到。